大家好，今天咱们踢肉开始了啊！来，往这看。啊！里脊，咱们拽里脊就拽个干干净净的啊，上面别带乱七八糟的。节儿节儿，看好啊！今天这个肉不好踢，非常不好踢，知道没，爸爸？大脊椎骨，你看，整个硬脊椎骨，哈哈哈哈，有点难度啊。 先去淋巴，看好这个淋巴啊！哎，这个不是去掉的问题，这个必须扔掉。嗯，两万。后肘，尾骨，好漂亮，后腿啊！ 一刀普通肉，去掉。这肉拉手拉四块啊，看好，一块两块，四块，装盘，瘦肉剔下来，精品后腿啊。 条，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一个淋巴，咱们也去下来，往这开，往这开，一刀拉准它，扔掉。哎，来，普通后腿，最难度最大的这脊椎骨，咱们还是弃了啊，脊椎骨都在这里，这叫纯硬式。 挑战一下难度啊！踢这个时候一定要到位的时候，到位了再往下推，你看，对，拉着这个肥肉了，露出这个肥肉以后。 再翻过来往前推啊，看好！哎呦，哎呀，哎呀，下来了，看看！我家这大脊椎，哈哈！前腿拉下，看有五分啊！一刀下帅，咱们拉下来。 这个下帅了，横着把这个桶底拉了，他这种就出现这种情况，看见了吧？你看这续一块肥肉，摆盘，桶底。 最好的五花了啊，看好！这肉炖大锅菜，相当漂亮，是吧？摆两盘，好嘞。前腿，嗯，真漂亮。 梅花肉，扇骨，这个鱼眼骨可得去下来啊！嗯，现在少这个鱼眼骨的太多了。对，你看，软骨，好东西啊！ 前腿、一刀，这个筋膜啊的，这个淋巴啊的，得去干干净净啊，这个都得去干净。你看这个淋巴，能看出来吧？看出来了。是，蒙一看还瘦肉差不多。嗯。咱们上面这一层瘦肉去下来啊。
为的是少出这种特价肉，你看，嗯，这个瘦肉去下来，嗯，然后把这个前腿这一块儿，咱也去下来，哎，这好看了啊，装盘儿，好嘞，看这个梅花肉啊，嗯，哎，淋巴，哎，是吧，又是淋巴，哎，哎。去一下来、哦、扔掉不要了对看看这雪花这叫雪花肉什么叫雪花肉瘦肉里边有脂肪像雪花一样、嗯、梅花肉上这个雪花最多你不是上所以说、嗯、在找雪花肉找雪花肉在哪儿啊就这个梅花肉猪身上的梅花肉这不你不是上回不是说搭馅最后、哎、搭馅那虾呀、啊、吃的好吃啊是吧这个肉炒菜烧烤首选这是、嗯、除了里脊就是猪身上最嫩的肉了好家伙这你看这看看好这夹来往这看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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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吧相当漂亮好嘞往这看谢谢大家好嘞好嘞